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年的7月15号是台湾解除戒严30年。从1987年到2017年，台湾的民主是一个漫长的道路。然而，到底台湾真的有了民主了吗？民主是什么？民主应该是关于人民对于影响他的公共事务有充分参与的权利，参与充分知情的权利。所以，台湾到底离这样还有多远呢？在这几年，过去几年，我们知道开放政府以及公民透过不同的形式，包括线上线下，更直接的监督国会，更直接的参与政策，在台湾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运动。那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这场运动的两位重要的代表者，一位是我们的数位政委唐凤先生啊，对不起，唐凤小姐，另外一位是我们的卧草创办人林祖宜，两位来到现场，我们先欢迎两位。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对，我知道唐凤说都可以。不过在开始之前，我们知道其实民主是关于公民参与，也是关于每个人应该享有同样的公民的权利。所以我想今天一定很多人会问两位，尤其可能唐凤会网友，我相信会提问，所以我先帮他们问了。昨天关于大法官这个事件，关于同婚合法化的这个事件的决议，你有什么看法？你个人的感觉怎么样？我昨天本来是在那个下午4点的时候跟爱沙尼亚那边关于行政数位化有一场会议，然后我就迟到了，因为我在等那个时限。但是这个我们就立刻就看到了，然后就跟爱沙尼亚那边的朋友说我很开心。那很开心的原因其实就是我大概跟外国朋友解释了一下台湾的状况，就是说在昨天以前是可能两种不同价值观的冲突嘛。是。那但是因为现在大法官写得这么清楚，所以从昨天开始呢，我们就变成一个互相对话，然后不管接下来的法案文字怎么样，我觉得重点是说大家会慢慢发现说这是一个对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就是对亲密关系的稳定的亲密关系的这件事情的肯认吧，这样。那所以我是很高兴，因为接下来看得出来就是一个互相对话互相学习的过程。是。然后就不管是本来是在怎么样的一个位置哈，接下来都可以慢慢知道彼此的第一手生命经验，大概这样。唐凤果然厉害，你谈到这个互相对话互相参与，基本上也是开放政府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嘛。祖宜要补充吗？你是已经结婚了？对，没错。目前在刚刚所这样讨论过程中，其实就是在这个议题里面，在像我们卧草，我们在昨天的时候，在第一时间我们就发了快讯出去，很快的时间就是有破万的人来分享。可在这边，其实更进一步的是说，从四线案之后，现在就进到了现在可能会是行政院还有立法院的事情，尤其现在的主要战场会在立法院这边。没有错。那这边我们如果是从今天的主题开放政府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这边我就觉得会有一种很有趣的情况。像例如像是在行政院这边有救援平台，让民众可以上来提问说今天对于行政上有怎么样的看法之类的。那如果这样的一个平台这样机制如果放在立法院里头，就让说民众可以来提议说要立怎么样的法案的话，那这时候它的机制我们假设都跟行政院的救援平台一样，可能是5000人或是10000人联署的话，那在这边我们现在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说战场回到立法院，那在公民参与的部分的话，我也相信说在这边的话接下来就会很多人来讨论说要怎么立法，只是这边在开放政府上可能就会有一种冲突，会有一群人出来说可能他是例如说他要立民法，另外有一群人跳出来说他要立修民法或者立专章、啊、对，讲就一个是要修民法，一个立专章。那在这边的话其实我们就会看到是说两边都带着庞大的民意然后进来说来表达他们的意见，可是在这时候他们可能都过了一个门槛，这时候可能说同样机制之下立委可能要给予回应，但是这时候偏偏他们导向的方向是很不同，那这样开放政府在这一期就遇到一些困境这样。好，你这个替我们做的太好的开场，你们两个真的很厉害，我本来这个问题只是回应时事轻松一点问题感想，结果两位都带到开放政府的精神，或者主席刚刚说其实大家知道接下来关于同婚合法的战场就在立法院，就是你的一个主战场了，卧草长期关注这个，所以先从主席开始，我想还是先让大家更了解你们，因为两位都有一些蛮特殊的背景哦。主席其实是金融背景，然后甚至出了很多金融的畅销书，什么样的情况你会走到今天这个，就是说从之前大家知道你参与很多公民运动，包括哥兰委，包括创办这个卧草，那卧草主要是做一个国会监督，让公民参与讨论，可不可以讲一下你这个怎么会走到这个路啊？为什么会觉得做卧草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这边的话，我本身比较特殊的是说，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其实念哲学系，研究所的时候才跨考到经济所。其实我在我的生涯规划里头，其实原本就已经先有了一个转折，然后后来现在出了社会之后，就先在一般的公司里面上班。然后后来的时候，因为当时因为我是 PTT 的资深使用者，所以当时就是
在我是 PTT 板桥版的版主，然后和当时的版主群有在板桥地区弄了一个公益板桥卡，然后当时弄了公益板桥卡的情况之下，然后那时候那是已经是6年前的事情了，当时智慧型手机还没有很流行，不过在那时候我就想到说应该要做APP， 这个时候大家才会比较好使用，因为大家不太可能都上 BBS 上 PTT 进到精华区都看说什么店家有优惠。那在这样的过程之中的话，我就和新创圈的科技公司有所接洽，然后最后的话我被他们挖角进去，所以理论上我现在应该可能是在科技业里头工作。对啊，科技会。然后不过后来就如同现在会来到在座的各位，或者是现在在看直播的大家，今天你们会关心开放政府的议题，我相信你们内心其实也跟我一样，就是我们是关心这个政府的。我们从2012、2013、2014年这几年一路看下来，我会看到说，其实这段时间有许多的社会事件正在发展，可能有很多我们觉得说，就讲比较实在，就觉得哎，是不是这些有点怪怪的，然后之后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我们过去年轻人我们可能对政府不关心，像以前的时候我也根本不会管现在谁在台上谁是总统，现在发生什么事情，以前爸妈都告诉我说啊不要理政治啊，就是那是很就是不要理他就对了，然后之后不过后来因为自己毕竟在网络上面现在资讯很发达，然后在的时候就看到很多觉得很奇怪的事情，所以于是对我而言我就开始被这些受到影响，然后后来进一步的我就开始因为我自己是PT 粉丝团的主编，然后我会每天会帮乡民网友挑文章，在这时候慢慢也影响我说我开始挑文章过程中开始挑比较社会议题有关的，最后也影响到了我自己，我自己就挑就是担任志工，然后后来可能后来就参与了哥兰欧计划，我们推动了罢免权，最后也在2016年年底的时候顺利推动罢免法规下修，那以及很重要的就是和一群伙伴我们一起做的卧槽，就在这里我们都希望可以降低公民参与政治的门槛。我这边又回头回到以前我不关心政治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觉得政治讲实话就好难哦，像立法院干嘛我也看不懂啊，行政院在说什么我可能也不清楚，所以我们就所以这时候回到卧槽的初衷，我们希望降低公民参与政治的门槛，所以我们这时候开始做了一系列的专案，那例如说以国会无双为例，来，等一下我们再来聊卧槽在做的事情。我们先讲卧槽之前的主题。对对对，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非常有趣，因为包括我们政问很多的伙伴也是说，哎，之前不关心政治，但这几年感觉到好像其实政治跟我们是非常相关的，或者广义的公共政策是非常相关的。所以我觉得卧槽跟政问其实都有，我想共同的目的，就作为一个新媒体，想要重建公民跟。起码跟公共政策之间的连结，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非常有趣。因为唐凤也是大家知道你说你神童啦，说你之前是一个黑客啊，不管怎么样，你之前小时候你可能对电脑、对科技很有兴趣。我也是蛮好奇，我自己其实不太了解，你怎么会走到对政治参与的，或者觉得开放政府，因为从黑客到开放政府是不一定不是一个必然的关系，所以对你来说这是什么样的路径？其实对我来讲，就是我自己启蒙哈，是从有网际网路才开始启蒙的嘛。那大家可能就是还记得说，在1994年以前，其实是没有全球资讯网的。那要找任何东西都得到图书馆，然后都非常的困难。那对我来讲呢，其实我一直没有中辍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那么确定说，哎，我想要研究的事情，那可以很容易的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但从全球资讯网出现之后呢，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哎，所有的事情好像在上面都可以找得到一起志同道合的人，参与的成本大幅下降了。然后呢，在我参加就是叫做全球资讯网 Wide Web 的开发没有多久，当时呢我就发现说，哎，有一天我所有去的这个网页通通都变成黑色的，然后呢都挂上了蓝丝带，然后就说哦，因为 Bill Clinton 他签了一个法案，那个法案就是说呢，任何感觉上让人有一种妨害风化的言论，只要发生在网站上，那个网站如果不把它下架，就负有刑责。那这件事情呢，就是有一个寒蝉效应，变成大家都不敢在网络上面让别人设留言板了，是，就会变成是一定要事前审查这样子。那所以呢，当时呢各大网站呢都变成黑色的，挂上蓝丝带加以抗议。然后呢，这个非常非常快，他就被判决为违宪。然后这整件事情就让我看到说，哦，原来网络不是只是一个透明，它不是只是让大家看到更多的事情，它也可以参与。我们本来以为只有在街上才有的那种串联、那种组织、那种施压，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在1996年的网络上面发生。所以我就对这个东西非常有兴趣，就是网络怎么样串联有不同想法的人，哎，但是做出一致的行动。OK， 所以对你个人来说，就是说。
是先关心，先用这个去参与，比如说社会运动、公共议题，才有 G0V， 还是先参与 G0V， 一群朋友一起想要说改变公共政策这个事情？因为在台湾，1996年，它同时不只是全球资讯网普及，它也是第一次总统大选。对，所以那时候我也就是有担任网军的这个角色，哦、是对对对，有帮其中一位候选人助选，然后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就可以看到说，哎，本来这个在现实生活中啊，可能我们要一起工作一段时间才能互相信任，但是呢，在网络上，因为谁也打不到谁，然后谁也看不到谁的肤色、人种、性别这些，反而一拍即合，然后一有关键字，马上就可以快速的组织。当然，当时助选的那位候选人后来没有赢了，但是总之呢，就是因此而学到了网络也能够把人结合在一起。所以对我来讲，是先用网络参与政治。那参加 G0V 是 G0V 成立后两个月的事呢，是2013年。2013年，对。好，我提醒一下我们所有的网络上的朋友以及现场的朋友，就第一个就是说，刚才我们要强调说，今天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投票啊，我们每一集都会有一个重要的投票。那今天的题目是，你认为什么样是开放政府最关键的步骤？那我想，不管网上朋友可以看到，或现场朋友，大家都只要上有 QR code 可以扫描，我们在最后会公布这个结果。那第二点就是说，我们随时开放网友提出你的问题进行快问快答哦。那每到一段时间之后，可能10分钟、15分钟之后，我们就会开放网友直接两位直接提问。那现场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在8:30之后，我会给大家一个时间，大家可以到这边排队，现场直接跟两位来宾做交流。好，主席你要补充吗？没有，OK， 所以唐孟，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从之前到 G0V， 那当然现在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就是说你去年担任这个政务委员啊，负责这个所谓数位政委的工作，从体制外到体制内，肯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先谈谈吧，你的原来对这个位置的想象跟实际上的参与有什么落差？完全一样，完全一样，对。因为我当时在家每天要坐办公室很累啊，会没有啊，我有几天就礼拜一二四去办公室，是，那是一个 full time job， 对，它还是一个 full time job， 那所以因此就起得比较早，睡得也比较早，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差别，因为当时我是在入阁前一个月的时间。先有一个跟大众的一个在 Westlake 这个平台上嘛，大家期待我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有一个非常公开的一个访问。那任何记者想要有独家，我都说哎去公开的地方问。然后呢，这样子汇聚成一份大家对我的工作的一个期待，我也做得到什么，我也说了之后，我就拿去跟院长进行劳固协商。那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是做这些事情，那我不管在体制内、体制外就做这些事情。那他愿不愿意让我 full time 做这件事？那他是说愿意。所以其实。从那个时候的设定就是所谓公仆的公仆嘛，帮助这个行政做数位化或者做这个沟通的通道等等这些东西，就是一直在做，然后方向是都没有改变。这部分可不可以再讲一下？就具体来说，你觉得你做几件哪些是比较重要的工作？在你任内这一年多。比较重要的工作，对，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之前的一个 Join 平台，它这个平台是 Join.gov.tw， 它是在占领之后的经贸国事会议大家的一个共同意见所成立的平台。那在我上任的时候，当时就是5000人的联署的这件事情的拘束力没有那么高，就是当时已经有一些朋友觉得，哎，我联署到那么多人了，为什么没有有人很认真的来回应？那同样的，另外一部分就是政府部门问大家的意见，这个呢也有一点兴趣缺缺。然后呢，在第三部分叫做来监督，就是重大的施政案件的这个执行进度，让大家一起看的这件事情呢，干脆就完全没有案件。所以它是有一点好像有点半荒废的一个情况。那我一个很具体的工作就是让这三个部分都变成常规的，然后都有90几个、上100个不同的案件，然后每个礼拜我们也会认真的处理一个，像上个星期五处理的就是报税软体难用到爆炸的这个案子，尤其是对 Mac 使用者，对，尤其是对 Mac 跟Linux 使用者，怎么有人提 Linux 呢？但是总之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就会在明年，就是借由今年就是大家怨气冲天的这个负能量，把它转化成能量嘛。然后就是大家一起用聚焦的方法，用协作的方法，具体让财政部的官员看到，就是功能再好，可是我报完税心情就是会更不好的这件事情，实在是这个需要改进。那他们也就是承诺，就是报税月一完，我们就来开工。所以这是第一个，是 Join 平台，这个主要是说公民对于某个政策提案有5000人以上就会变成一个案子，那你们会通过相关的部会找来做进行这样的讨论，是不是？而且做出来的决议是会有拘束力的。它有一定的拘束力，是因为我们每个礼拜五这样子拍完一集之后，会收成一些像这样子的一些就是决议嘛。
那但是这些决议它只是彼此对焦，具体这个部会到底能不能做，或者像报税软体它其实需要一些额外的预算呢，这个就不是我能够做决定的。所以我就会在那个礼拜五之后的礼拜一在政务会议上面去跟其他政务委员，去跟院长、秘书长、副院长说，我们收到了这样子的共识，那大家觉得这是不是适合来花一些行政资源来做。那像院长就说不错啊，来做，那这样子我们这个就变成了政策。所以它拘束力还是从院长来，只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很稳定的能够从礼拜五的这个协作会议到礼拜一的政务会议的管道。好，除此之外呢，另外就你也蛮强调，因为我觉得开放政府，我自己觉得可能有几个层次，包括说政府内部的，包括行政数位化，包括政府跟公民之间的。所以你刚刚提的 join 主要是公民跟政府之间怎么样可以更多的参与政策的 decision making。那另外，我相信你也在很多地方谈过行政数位化的部分，怎么样让政府的流程可以更顺畅？这部分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当然，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为什么我礼拜三跟礼拜五不要在行政院上班？因为我如果一直在行政院上班的话，大家就会拿一个公文夹，不管是绿色的、黑色的还是什么别的颜色的，然后里面都是放一些纸。然后呢，这些纸呢，就是放到我面前，然后上面都已经用手写了很多注解。那这个对我就很不方便，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跟院长的一个说明，就是说我进了院里面呢，我绝对不要看国家机密，绝对不要看任何密件。那但是呢，交换的就是说我看到的东西都可以公开，它都是就是资讯公开法的标的。那意思就是说我都可以把它上网。可是呢，如果你给我一堆纸，而且纸上面都是用手写的，我要上网是非常困难的。我要扫描，要文字辨识，还可能辨识错，辨识错还会闹新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说我宁可收电子档。那我收到电子档，或者是我们像这样讲话做成逐字稿啊，这样子就比较容易公开。那但是呢，因为我不在院里嘛，就是一个礼拜有四天不在院里嘛，所以呢，大家就慢慢学着说，用纸本跑公文给唐峰，要等好几天才签得到。那但是就不如用电子版吧。那用电子版，两分钟就回，五分钟就回了，慢慢大家就习惯行政数位化这个工作。我刚才在节目之前，唐峰问我说，之前的政问这一季两个来宾有没有彼此激烈的对话？所以主席给你个机会，你觉得现在为止他们做了，你觉得感觉怎么样？以民间角度，是不是有不够的地方？就是关于开放政府理念，我们对唐峰有没有更多的期待？如果是讲到这边的话，比较实际化，但站在我的角度，我会觉得说，可以更加的积极的和很多关心公民议题的社群来做合作。在这边的话，以我自己本身的过去的经验好了，像我当时在2015年的时候，当时因为我在推动罢免法规的修法，当时就是内政部有办罢免法规的公听会，然后后来接下来之后，他们在当时会议中其实一面倒都认为说台湾的罢免门槛高到不可思议。这边可以跟大家补充一下脉络，就是台湾到现在。举例来说，无论立委做得多烂，过去都还是没有罢免成功的历史，就他还是可以做满他的四年这样子。那在当时一面倒，大家都认为说罢免法规应该要修，而当时内政部也就是下一步他做什么，他就告诉我说，可是现在还不能提他们的版本，他们想要放在网络上面，让更多人提供意见。我觉得太好了，因为当时在公听会无论如何都是二三十个人嘛，人数有限，我觉得可以放到网络上，这当然是非常棒，我就觉得。内政部你真是太前瞻了，我当时给内政部100分。那不过当时内政部就是放上了就营平台，然后在4个月过去之后，大概只有十几个人上来表达他的意见。在当时我真的只能说当时好失望，我就觉得当时原本利益很良善，可是搞得好像线上文字馆一样。在那时候就是在即将截止的那一天，当时我以格兰伟计划的身份开一场记者会，告诉大家说这个东西现在在就营平台上面，而它即将截止了，请看到新闻的网友们，你们赶快去留言吧。后来一天一共有5000多个网友涌入进去，然后大量的给予意见。那在这边的话，我所看到就会变成说，这是一个利益良善的一个网站，但是如果没有宣传、没有行销、没有社群的加持，没有很多的社群过来表达意见的话，它可能就会是一个线上文字馆。那现在一年一年这样下来之后，一路到2017年开始，可能慢慢有些使用过的人开始习惯说，知道有这个平台，有意见可以上去，甚至真的没事的时候，或许可以上去逛一下，来联署一下。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还是不会知道它还是存在一个同文层内。所以这时候站在我角度，当然就是如何突破同文层。所以你说，你觉得目前行政院这些就业平台跟社群的互动不够？我是觉得这边是可以更加多加强的，因为至少以我的经验，如果当时如果没有来开一场记者会的话，说不定到时候在23:59的时候，另外一群有心人士派11个人出来，就可以把这个结论扭转过去，就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唐峰没有补充回应。
对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像政问这样子的公民节目，让大家更知道政委平台的存在。好，对，而且没有，我补充一下，刚才就是组一讲的是公部门有事情问大家，仲开讲的部分。那我刚才讲的联署的部分是就是来提案的部分。那这两个部分当然都需要更多社群的结合。不过我也想要讲说，我们在上面收意见的时候，收的是大家的各自不同的经验跟感受。其实不会是算那个票数的，那个票数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有1000个人来，然后都说要做同一件事情的话，其实在我们这边就只算成一个这样子。好，我们看一下，就是我们政委有跟天下杂志的换日线网站合作，对，由他们来征询网友的意见。所以有几个问题，其实他们刚才大家都有琢磨，也许我们快问快答时间，所以可以简单回答。请问唐政委对于强调公文往来的公务机关作业模式是否觉得不适应？没有不适应，非常适应，非常适应。对 ，OK。想请问唐政委，上网报税在各个作业系统上似乎不太一样，在线上报税系统上是否加强的空间，要如何改进呢？其实改建的方式就是我们叫做参与建设才会使用建设，所以就是把那些最不满的朋友，所谓就是化悲愤为力量嘛，统统都约过来，然后看看他们在哪一个画面最悲愤，然后到最后呢，就可以把这些解决掉之后，就可以跨平台了。那因为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后来才发现，不管是开发的人，还是验收的人，还是这些朋友们，其实都平常是不用 Mac 的。所以当然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但我们如果在设计阶段就让 Mac 跟 Linux 的使用者进来的话，我觉得明年的状况会好很多。OK， 第三个，请问有关科技创新与科技的跨域性与法律政策调适的程序妥协性质，在唐政委进入政府怎么协调或实践于政策调整思维？哦，挺深奥的题目。对啊，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因为跨域性，他讲的是说，我们在网际网络治理的时候，政府只不过是众多个 player 之一，所以说我们就要学着跟公民社会，然后跟司部门等等一起来制定法律。那这个并没有问题，我们本来就有一个协作的，就是多重利益相关者讨论的这样一个精神。可这个精神，他说是怎么结合进所谓的程序跟妥协性？那这件事情其实程序，我们就是按照行政程序法，本来他就可以在线上咨询，本来他就可以用适当的方式公告周知，他并没有说那个适当只能是用指印的公报啊，所以所有这些都是在结合现有的行政程序下做出来的。但是我真的看不懂妥协性质这四个字的意思，所以没有办法回答。OK， 其实刚刚讲到唐某讲到再进去做几件事情哦，我想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两位到底开放政府的终极的愿景，你们两位的愿景是什么？对开放政府的想象是什么？如果是就我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开放政府它最主要的最终的目标应该是弥补代议制度的不足。弥补代议制度的不足。对，因为这边很实际的是说，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很多政治人物为我们做事，我们透过投票，然后让他们上台。然后在这个时候，台湾都会有个现象是会变成说，我们会期待着有政治明星，我们会期待着有伟大的政治偶像，对，这偶像精英等等之类的来帮我们解决问题，然后让我们不用烦恼等等之类的。可是在这边很实际的是在说，现在我觉得那样的思考是应该已经要扭转了。是，就是在以前可能网络没那么发达，或者说教育没有很普及的时代，在那时候的确是相对会比较需要精英式的领导。可是一路到现在，其实教育非常的普及，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举例来说，我们可以在网络上面看到很多人的发言都是非常的，其实是可以有很深度、很有内涵的，或者是说很多时候网络上面的讨论串，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它其实可以做，开始有做深度的讨论，而不会像网络刚开始兴起的时候，比较多的就只是单方面的情绪上面的谩骂。那今天当网络已经可以来弥补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其实在这边我们就看到很多有趣的现象发生。举例来讲，像卧草在做国会无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做的就是说，我们每天来直播立法院在干嘛。那只在直播立法院在干嘛的时候，这时候其实我们等于是像是一个平台或者一个中介点。那在这边的话，其实我们相对就是让立法院被开放了。以前都大家被监督，对，以前大家看到立法院的内容，只能够可能是透过当时媒体在里面拍到一些画面。但是我们也知道媒体非常的忙，他们可能跑完这则新闻，他们就得去下个地方。可是直播就不一样，直播我们今天是他今天开会8小时，我们拍8小时。他今天一路开到11:59，晚上11:59，我们也就拍到了那么晚。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网友就可以随时随地想看都可以来监督他们。那这样一来的话，变成是说，他可以让我们的政治人物，例如说他原本他就是
人在做天在看以外，其他可能就没有人在看了。现在不一样，现在就是还有网友在看。比如说我们这边就有发生有趣的事情，是说曾经就有立委就来骂我们的国会的记者，就问说你们 是在网络上面讲我们的坏话。他们都没有啊，我们只把直播镜头对着你啊，你去上厕所上了30分钟没回来，网友当然难免会跑去你那边留言问说你是不是跌到马桶里头了，来关心你的人身安全。那在这边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看到的是说，今天我们只是做了这样的机制，可是相对的这时候就有广大网友，他们自然而然就可以产生很多有趣的效应，进一步的影响委员们，他们知道说今天他在做的时候，他这时候可能有在看他。像举例来说，在两个礼拜前在审前瞻的预算的时候，当时国民党的委员蒋万安委员，当时他就做一个让我有点吃惊的动作，就当时他是举了一个牌子，写着说会议无效，只是那时候他不是对着现场举，当时他是站在桌子上面对着直播的镜头举，代表的是说他也知道现在其实有很多数不清的眼睛正在看他。那这时候他除了透过这样的方式传达诉求以外，其实对于每一位委员来讲，他的内心当然都是有的压力。那知道，所以我想这是一个蛮基本的一个要素嘛，就是监督嘛。对、因为其实政治人物是我们，尤其是民选政治人物是我们选出来的，理论上他应该是为人民负责，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过去立法院常常大家人民其实不知道他们干嘛，这个造成台湾扭曲现象，就是说因为你只有表演只有打架才会上媒体，你平常认真问政反而不会有机会、那直播是有可能扭转这样的趋势，对不对？让立委认真问政被看见。而且这边更进一步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很多网友们可以借此来做交流，像是以卧草国会无双的频道来讲的话，很多网友他们就会开始自己来讨论说现在哪些委员发言的怎么样。那当然这边也是我们在机制上面有个有趣的设计，就是我们是把国会无双把立法院比喻成是棒球比赛，所以我们事前会有预报，事后我们会捡什么好球、乌龙球等之类。当下我们还有主播来带领大家说现在在讨论什么，然后相对让网友比较进入状况。那网友在这样讨论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他们常会迸发出很多有趣的现象，然后甚至我们也会看到有些网友就会跳出来说有我在立法院的现场，例如唐峰，唐峰也就出现在我们的那个聊天室里头跟网友互动。那这样子其实就可以发现说，其实在这样子，无论是增加透过直播，这都使得很多网友不止在看，甚至可以交流，然后使得讨论品质变深，这也是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唐凤呢，你是开放政府的积极推动者，到底那个愿景是什么样子？甚至到底开放政府会开放到什么地步，变成无政府吗？那个我在立法院的时候备询的时候，确实都在上国会无双，这个作为讲一点都没有错。欢迎多看。对对，然后我再业配一下好了，因为从上个会期开始，这个全台湾的爱台湾啊，从这个本来只能一mega很慢啊，但是我们就是科会报办跟国发会的朋友把那个限速解除了，所以现在在立法院就有6 megabps， 所以看国会无双非常非常的顺，然后跟直播组对对硬体有加速，这个有加强。好，那但是先回来。就是刚才所讲的比较是防弊的部分了、就是说除了监察院之外，大家都是监察院，差不多是这样的想法。那我自己在行政体系里面，其实我第一次去用这种所谓激进式透明的方法来做就是行政讨论，是在12年国教的客发会。在当时就是我加入客发会的那个时候，就是在冠华事件之后的应该是一个星期之内、那当时大家其实整个社会上面对于12年国教客发会到底在做什么，其实是几乎完全没有概念的。很多人是把它跟99课纲的微调的那个委员会混在一起，然后也有很多朋友觉得说国教院干脆应该要就地解散之类的，因为当时反课纲的那件事情非常的就是令人瞩目。那所以当时呢，就是国教院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那他们应对这个压力的方式，其实就是用完全彻底透明的方法，把我们每一天正在讨论什么、正在做什么，所有的这个逐字都公布到国教院的网络上。那一开始只是为了防弊嘛，让大家知道我们没有黑箱嘛，跟上一个不一样嘛。那但是呢，后来就发现说，它不只是有防弊，它有心力的作用。首先就是说，大家不会乱承诺事情，因为下个礼拜回来，大家一对逐字稿就知道说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第二个呢，其实那个录音机也好，这个录影机也好，它有点代表了不在场的利益关系人，就是说当我们讨论到说技职教育怎么样，可是刚好技职教育那位朋友不在的时候，他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接关，
来知道说，哎，我们刚刚讨论到哪里？那即使是远道而来北上抗议的朋友，也是抗议一个礼拜之前真正的样子，而不是抗议一个两年之前的版本。所以后来我们就发现说，这样子的激进式透明，除了透明就是让公民社会看到政府的运作之外，它反过来就是参与，让公民社会能够在知道实际发生的状况之后，贡献出自己的经验跟自己的感受，这件事情也被加强了。可是这边要讲的就是说，这个参与是建立在透明上的，如果没有透明的话，再多的参与基本上就是可能跟着两年前的版本，跟着脑补的版本，跟着各种各样子的版本来进行嘛。那所以除了最基本的就是透明跟参与之外，我们在透明这边呢，希望大家更能够了解。所以大家如果习惯看字的，也许看公报，可是呢，如果习惯看图的，习惯看互动式影片的，喜欢操作式的等等，它要用一种叫做 inclusion， 就是含容的一种方式，让各种不同认识模式的人都可以享受到透明。那反过来参与呢，大家给了很多意见，想要知道这个意见到底用到哪里去了，所以就要随时随地问我们这件事情跑到哪里了，我们要给出一个一致的答案，这个就叫问责或客责，就是 accountability， 就是任何人问的时候要给出一个 account。 所以就是透明、参与、客责、含容，这四个加在一起，基本上就是国际上不管是 OECD 还是 OGP 对于开放政府的一个共通定义。好，那什么政策都可以做这样吗？当然不是、啊、譬如说什么政策都对，所以说那个原则什么吗？就像因为今天我们可以讲一个理想嘛，你刚刚四个原则很好，那个线会画在哪里？什么样的政策适合让所有人来参与？什么样的政策也许不适合？就当你在这个政委这个角色的时候，你觉得什么样的政策你会优先推动，让它可以依据开放政府的原则来被讨论？刚才已经说了，就是说大家如果有共同的第一手经验的话，这样子一透明出去，马上就有意义的参与。可是如果现在透明出去的东西，大家都没有第一手经验，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要经过一个聚焦的过程，来让大家能够分享自己的第一手经验。像我们在就是报税软体这一案，就看到说大家都有报过税，所以我们根本不用解释，就是报过税的这件事情是不用解释的。但是呢，在那个之前几次有一个案子讲的是就是机车在两线道的时候为什么还要等那个两段式左转，为什么不能想要等的人等，想要不要等的人呢就先去快车道了。好，那这件事情如果没有骑过机车，其实完全没有办法进入那个状况。所以当时呢，来协作的朋友们呢，就是播了一个影片，是自己在自己的安全帽上面用第一人称拍的，他就让我们看到说在不同的线道里面他骑的这个状况。可是如果没有这个转移的过程的话，这个就不适合参与，因为就会变成是有第一手经验跟没有的人在鸡同鸭讲，那这样子是没有什么好处的。OK， 我刚才那个，其实唐孟就是提到说，你进去都觉得没有什么不适应的部分，我们还是有点怀疑啊，因为我们想象中公务体系应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机器，甚至很多老旧的思维跟观念。讲白了，我们政问在第三季访问当时的行政院长张善政，他都提到，因为他是很熟悉资讯科技的，他都觉得这么大的机器。哎，有时候他有些想法都不容易推动，尤其在数位化的方面，当时政委那届也做了很多例子，包括有些单位还是用那个这个 disk 在做一些事情。所以，难道你都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有些的思维的改变，尤其朝数位化，其实比较老旧的心态是很难被推动的。其实当时我在12年国教客发会的时候，当我引进这个激进式透明的时候，第一个来改逐字稿的我们孙明霞校长是已经服务教育工作50几年了。那重点是说不是他年纪多大，而是说他想要让这件事情被社会知道，那他对这个教育工作推动有热情，所以他就是去学啊。那当然呢，我们如果用键盘用滑鼠不是那么容易用，我们现在也可以用笔嘛，对不对？就是有一些你可以甚至到 VR 里面你学都不用学，就是用手。那所以说我们做资讯科技的人当然可以让那个进入的门槛越来越低，对对对，但是只要觉得说这件事情他可以让他早一点下班，而不是让他还要加班，这个行政数位化呢，对减少冗工，或者是对减少重复管考，或者是对减少各种各样子公务员非常非常麻烦的这些事情有帮助。那我还没有碰到一个公务员跟我拍桌子说，唐凤，我想要加班，我不想陪家人，我想要这个每天都工作到10点再下班，我还没有碰到这样的朋友。所以目前为止推动行政数位化还蛮顺利的。那主委有碰到什么困境吗？在台湾，不管你们跟立法部门沟通，或者我相信你也接触其他的行政单位，包括今年你们转播了全国行政司法会议啊，就比司法会议。所以我想问说，阻碍什么？在台湾推动开放政府，你们遇到实际的经验？在这边，如果是要说遇到这样的经验的话，我觉得其实就是讲比较实际的，就是在冲撞这个体制。因为今天对于公务员来说，
这边要说的话，当然不是针对所有公务员，只是在这边的话，其实难免很多公务员，因为他们可能本来事情就很多，对他们来说，其实多一次是不如少一次的，难免会有这样的心态。而在这时候，如果你要求对方还要再开放更多资料的话，在这时候，很多时候其实对他来说，他可能会是感到很多困扰的。那光是以我们自己经验为例哈，像我们在直播立法院，现在我们是接立法院的公开的讯号，可在以前的时候。以前其实也有公开讯号，可是最重要的是，他们在讨论一些不知道什么神秘的法案的时候，那讯号忽然就会变成蓝画面，就他都不给你看了。然后或者是说，今天他们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忽然间麦克风就消音，这是在2014年的时候非常常发生。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变成是说，我们开始去现场来做直播。那对于他们来讲的话，这其实是相当。罕见的行为，至少在那时候他们还没有遇过那样，所以在那时候其实我个人就会有感受到说，我们好像在立法院的潜规则，举例来说，我们可能会常会需要跟门口的阿姨塞奶，就说可以让我们进去吗？然后都或者是说门口阿姨就是说，所以你们到底是谁啊？然后我们说哦，我们是公民记者。然后在这时候他们就让我们进去，然后隔天我们就是说，哎，我们是公民记者，他说哎，这是不行哦，就是可能会有各个不同的情况，我们会去来这样做这些冲撞。但是我觉得这边又是回头提到这样子帖子一开始提的那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开放政府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像我刚刚答案是说来弥补代议政治的不足。然后像我刚刚有看到一位网友 Charlie， 他有提到说，公民不再透过中间的人，而是直接可以的参与或讨论国家政策。就我非常认同这样的看法。那这也是我们现在一直想要来克服的一个困难，想说试着让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把政治人物选上台之后，可是之后我们的声音其实可能很难到他的耳朵里头，没错、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想说，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来让我们的声音再度进到他们的耳朵里头。那在这边的话，我们这里是做了几个尝试，举例来说，像说我们在最近的时候，我们在今年我们推出一个专案叫做给问擂台。给问擂台，对，给问擂台。给问擂台，这个专案里头，好，这不知道这样看不看得清楚，这是我们的那个网页给问擂台。大家可以上网到不少网页上，大家可以搜寻关键字。没错，在这边像说我们在4月17号的时候，我们办一场体育改革立委给问嘛。然后那一场我在现场的时候，其实对，那是要怎么形容呢？因为我自己个人其实也是有代表着，无论是 NGO 还是什么样的身份，其实参加过蛮多次的公听会。那在现在我就会发现到说，其实公听会已经没有办法来弥补应该说过去的时候，很多政治人物立委们都会透过公听会来倾听民意。对，可是到了现在，其实公听会已经慢慢的已经无法代表所有的全民，因为其实公听会像我自己个人在参加服务贸易协定的第13次公听会的时候，其实我在现场，我觉得我那时候是因为我还要赶着回去上班，因为我是上班族嘛。然后第二时候我还要赶着回去上班，所以我是抽到第1号。然后第二时候我就很认真讲说，我觉得这法案要怎么修改会比较好。只是讲完之后，我就觉得我的用心的努力好像石头丢到水头一样。然后后面上来每个人，大部分人我觉得就像是一个表态大会。对，其实公听会就是这样嘛，各说各话。对，他就好像不同的协会就上来说，哎，我支持，我反对等之类的。然后我们现在做的给问擂台，像说刚刚我提到那例子，在体育改革那一次，我们就是邀请到了那个教育文化委员会的两位召集委员，他们都是有排案的权利，在立法院里头是算是很关键的人物。那另外还有邀请到了另外那个两位的委员，像是黄国书委员，他是有提那个体育相关法案修法的，然后还有时代力量的林昌所委员，他是里头时代力量里面相当注重体育的部分。那时候的背景也是因为我们今年赛3连败，很多人都网络上提出要改革的声音。那在那一次，我们在现场的是就做了一个实验，就或是一个挑战，我们让现场很多来到。报名来到现场的民众，那这边我们把它分组之后，我们像是有点像是带桌游的感觉一样，就带领他们讨论，然后会诊说他们想要问委员什么问题，然后现在委员站到备询台，然后的时候，民众他们都是素人，然后站到质询台，他们直接跟委员进行交锋。那除此之外，当天也有不少运动员来到现场，然后这时候在上面甚至哽咽，声泪俱下的说明说，其实他们在这个体制之内遇到了多少的困难，让当场的立委其实是相当的动容。那这些话其实我都觉得说，就刚刚那个活动，除了那个现场外，它最重要的是也是透过直播，像就像现在看到直播的各位一样，
然后的时候是可以现场提问的，所以我们就透过这样的方式试着来打破公听会的那样的一个小框框。那这时候很多人可以来参与的时候，我们试着让这些声音到政治人物的耳朵里头。我们在接下来的时候，我们会去挑战的是六都，我们在六都我们会去跑六都。那这边的话也是希望说，让在地民众的声音可以透过这样的形式打破以前公听会的这种高墙，然后这时候可以进到政治人物或者委员的心中。Okay. 所以我还是要回来这个尝试挑战唐凤政委，就是说，因为开放政府的确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理念。那你刚刚提到说，可能很多公务员不会反对行政数位化。那其实我们要谈的，我觉得也不只是科技的问题、使用技术问题，而是说心态的问题，包括说刚才提到很多的，不管是行政官员或立法委员，是不是愿意让很多政策被人民来参与讨论？所以不知道你们在推动的时候，他刚好提到，可能一开始会有些人觉得不应该。那甚至说，我们知道前两年有一个案子是在花莲县议会，东华大学学生要直播，县议会把他赶出去。就是很多传统的政治的领域会觉得说，哦，你民众没有专业，你凭什么来参与？所以你在行政部门推动的时候，会不会遇到这样行政部门有这样的一个阻力？其实直播这件事情哈，它是2014年嘛才开始普及的。我一直觉得说，当时的那个直播的方式给掌握镜头的那个人非常大的权利，对，因为他不会被拍到。啊，那当时是自689这个在讲公民记者，然后我们弄公民记者证啊这些的时候，当时甚至G0V 的应该是雨婷吧，有一位公民记者还专门写了一个说，你拿摄影机你就是要负一定的责任的这些事情，因为其实真的太容易就觉得说，哦，我是运动媒体，所以我就避开一些画面，对，我拍一些画面，然后断章取义，就是那些觉得主流媒体在做的坏事。那但是到了现场觉得自己是好人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诱惑是很大的。那所以我其实不觉得直播是那么中性的一个东西。那当然大家可能也知道说，我之前包含在正文第一季的时候嘛，大家有看过一些360直播，是，那像那个可能就稍微比较平衡一点，因为毕竟没有长进的人，对，他就是一个柱子放在这边，那他也比较能够把好比说听众的表情也拍进去，在讲的时候如果讲的笑话不好笑，那大家都可以看到大家没有笑，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就不会讲一些不好笑的笑话。对，这蛮难的，这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对对对对，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不然的话你就是只拍一面然后配罐头笑声，那个是太容易的事情。所以我要讲的是说，每一个技术在出现的时候，我觉得不只是说我们觉得这个技术要求社会做什么改变，社会就要去改变，而是说我们一起来想一下这个技术，好比说直播技术，这个社会想要怎么用它，然后我们反过头来要我们这些开发技术的人用对大家好的方式来开发这些技术。所以我觉得当然会有抗拒啊，会有这些东西，可是要想的是说，不一定就是二维的直播就真的是全部透明的，也许他们抗拒的是那个运用镜头的权利。所以不一定直播了，我讲不一定直播，而是关于人民有充分参与公共政策这样的一个权利，是不是说行政机关都是会愿意接受这样的心态，还是有些人觉得会一开始会阻碍，需要说服跟沟通才能够开放更多人民参与？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说大家想到参与两个字的时候，脑里冒出来的想象是不一样的。那每次我们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就要先对焦，就是说我们到底在讲什么。是是是，就像之前共享经济四个字，每个人脑里完全都不一样，对，这样是没有办法对焦。所以像我们讲到参与的时候，其实老一辈的朋友们确实就是像祖仪说的，想到的就是麦克风啊，一个接一个发言啊，然后没有最后没有传到麦克风，可能写纸条，纸条没有被念出来就很不高兴，然后呢，那不高兴到一个程度，下一场呢就不让你开，然后呢，或者是说就只让跟他意见相同的朋友们进场发言之类的。那所以当你想要参与，脑里冒出来的是这样子一个空间的时候，当然是一种阻抗或者是一种抗拒的反应。可他抗拒的并不是人民参与这件事情，而是说在这种人跟人不能相互信任的情况下，每开过一次更不能相互信任的这个情况。那当然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虽然说公民社会好比像说您啦对我说的话，好比像说行政数位化没有人反对啦，有一些怀疑，但是呢人民不管再怀疑政府，政府还是要先相信人民。什么叫先相信人民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就不怕丢脸的把我们实际上碰到的困难状况，之前办公听会的挫折等等等等，就是让大家知道。那大家知道民间当然有高手会帮我们想出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那如果实际解决了，其实你没有办法改变人对一件事的立场，但你可以改变他的感受，
所以从官员的角度来看，哦，民间就是来帮忙的，民间就是来协作的。那累积多一点这样子的感受之后，他们就会愿意更踏出一步。那互信都是相互的。但是反正呢，我的想法啦，就是说负能量也是能量嘛。只要还有人在关注这件事情，我们就一直有改善的。对，你是非常正面的观点。是，这边我觉得非常赞成。就是刚刚唐凤所提到的时候，就是也让政府觉得是说今天大家是来帮忙。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成为一个好的良性循环。像都在这里，就像刚刚铁子有提到说，我们来协助司法改革国事会议的这一块其实是对于卧槽而言，其实是一个对于卧槽内部是一个当时讨论许久，然后后来最后决定要做的事情。因为就讲实在，这是卧槽接的第一个标案，但也是目前的唯一一个。然后说在那时候，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在想的是说，我们如何来改善国事会议。让国事会议是更加好玩的，我们来如何开放国事会议，因为这边讲的是也就是开放政府的一环。像我自己本身的经验里头，就我自己本身当时是就我是经贸国事会议的全国代表之一，然后之后我自己也是年金改革国事会议的代表之一。但是我到了现场之后，我会觉得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今天我在讨论经贸这种影响到台湾很重大的事情，讨论年金也是影响到台湾非常重大的事情。可是现场只有100多人，这100多人真的能够代表各方意见吗？举例来说，像当时我去年金改革国事会议的时候，他们说我是青年代表，可我在想说，难道我讲的话真的每个青年都认同吗？这肯定是不是嘛，一定是这就有问题。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想说，我们要怎么样来推倒这个高墙？就是简单来说，我觉得国事会议也是充满了一道道高墙。其实你要着有的专家学者或者怎么样的头衔的身份，你才能够踏进去。那在司法改革国事会议这边，我们就做了一个挑战。当时我们帮总统府做这个网站，但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说，可能我们做这个网站的过程中，也和他们协调之下说，我们做这个网站要有个机制，是让民众可以直接对司法改革表达意见。然后并且在这个时候，就是今天当时开战的记者会的时候，当时政府的代表就只有做出政治承诺，就说今天在网站上面留言表达对于国事会议对于司法改革的任何这些意见，都会最后成为书面资料到全国会议里头，然后也会成为讨论的议程。在这边的话才让我觉得说，哎，这是有意义的。今天说我们民众不是只是说只能够说啊政府做得不好，或者说政府哪边做得好棒，而是说我可以透过某个管道，然后来参与，进一步的带来你想来改变，这样的话才是有动力，会让公民更加乐于参与政治。那这样的话，我相信很多人这样参与政治，才会有群众智慧更加的产生和碰撞，进行讨论，那这样才会有良性循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网友的问题：政委有没有后悔加入政府？各部会让你最头痛的是哪个？哪个部会或单位的开放最为困难？其实我看你的身份也很难回答。其实没有，我觉得我跟就是行政院一直是一个协作的关系了。我不管在什么头衔了，其实像刚才这个铁志说，我跟祖仪是开放政府的代表，我心里也有点怪怪，你有没有？对，我们到底代表谁？可能更多人可以代表。对，就是说我们其实当就是刚才祖仪在说，就是对代议体制对 representation 这件事情做一个补充或补强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做的很多事情，它是一个representation 就是一个在线，我们不是想要代表谁，我们是好像一个管道，我们让大家都能够代表自己，然后进来讲话。那但是持着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其实我不会特别觉得我是加入或者退出政府，就是在不同的位置上面做一样的管道的这件事情。那又因为说，其实因为我进去之后，我的一个角色设定很简单嘛，就是说如果有任何部会他承受不住民间的这种压力了，然后呢需要一些就是行政数位化的协助，一些流程上的或一些思考方式上的协助，那我们就来帮忙，我们是比较是一种应援的这个角色。所以说呢，其实没有人让我头疼，因为我并不下命令，我不下命令，所以也不会有达不到期待的这个情况。基本上就是大家觉得现在有什么事情，他真的需要一个更好的方式来跟大家沟通，那我们试着来发明这样的方式。所以很难回答哪个单位最难开放。都目前应该最多只能说有一些单位目前还没有来找过我们做案子。那像以前我很喜欢找蒙藏会当例子，可是蒙藏会上个礼拜也有一个案子，所以我现在没有例子可以用了，不好意思。好，行政数位化对于政府各项管考制度以及各种合一或不合一的 KPI 的设置有什么帮助？
对，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就是说在行政数位化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往往在国际的经验就看到说，当一个部会把它的过程这个公开出来的时候，第一批来使用的人其实是它上游跟下游的部会，而不是民间。因为这个时候他们终于可以取得第一手的资料，真的知道说哎，这些人到底在做什么了，而不是只看就是会议记录的几行字。所以我觉得重复管考的这件事情，还有就是说 KPI 这件事情到底它能不能够符合当初政策设计的时候的这个需要。我常常喜欢讲的就是说，我们做透明并不是说这件事情突然都没有黑箱了，而是大家都看得出来多黑箱啊，就是说目前多不透明的这件事情先让大家看清楚，然后我们再来说哦，这个地方可以改进，这个地方可以改进。所以同样的，如果各部会对彼此的 KPI 完全没有办法看得到，也没有想象，都是就是听这个上级转述，那这样其实没有办法对彼此有一个很好的互相工作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一步不只是对外的透明了，也是对内的透明是非常重要的。好，下一个问题给卧草。卧草对公民参与来协助政府拟定政策时，觉得还有哪些缺口？政策难以落实，既定团结压力，还是公民意见太发散？这边我是觉得说，实际上我是很荣幸被问这个问题，我代表说，其实我觉得它某个程度来说是对卧草的一个肯定，因为我们的确就是大家都肯定啊，对啊，我们不停的致力在这方面努力。在这边，其实公民参与的部分来讲，其实依据卧草的时间轴来看的话，我们从国会无双，我们做立法院，让大家看到立法院在干嘛。我们做市长给问吗？和总统给问吗？我们让民众可以透过网络来问候选问题，并且候选人承诺说联署一定程度之后会回答。那一路到说，像我们今年我们做给问擂台，我们试着让除了线上的方式以外，还有线下的方法，我们邀请到 key 专那个关键人物，例如说召集委员等之类，来到现场之后和民众来进行讨论，线上线下都来做结合。那这边我觉得目前我们可以更加加强的部分的话，像说我觉得我们自己可以做更加努力的，包含说讨论机制的设定。这边我相信会有更好的讨论机制，让许多民众的意见，然后之后能够汇集起来，然后使得它更加的精华，然后。要做到什么事情呢？举例来说，今天当我们好不容易邀请到关键的政治人物在台上给你问的时候，这边我们在台下，我们在分组带分组的时候，如何让他们凝聚出好的共识，然后直接一拳打到那个委员他最脆弱的那一块，然后让他后面给予改变。那或者说从线上来看，网络来看的话，那像说我们帮司改国事会议，我们做了一个机制，让民众可以表达意见嘛。那在这边的话，我觉得有两个可以继续加强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讨论的机制，在这次因为其实严格来说做得很赶，所以大家不见得有上过司法改革国事会议的网站。不过在这边民众讨论方式，其他相对还是比较粗浅的。这边我们卧草能力有限，我们只做了两层，第一层是广征大家的意见，第二层是这个时候广征大家意见之后，我们会把它做分类。分类之后，这时候让大家针对不同的分类来做讨论，这个时候才终于有交流。那只是在这边的话，我是觉得说，其实应该还有更好的机制，让广大的意见变成是汇整成更核心的结论，那这时候给予政府来做建议。那这边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可以加强的。那另外一个可以加强的是，我觉得很实际的是说，今天在开放政府的这个理念之下，还是要有很多的公民参与。所以说在这边的话，像在我们那一次是透过卧草的社群然后来推。在去年当时，因为这边也是因为配合政府的许多的时程，所以当时征集民众意见时间好短哦，我们只有60天的时间而已。然后而且在时间是去年的11月12月，当时11月12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我们当时都在讨论的是一例一修案同性婚姻。在座的各位或是看直播的大家，当时有人在想的司法改革的事情吗？可能很少。当时我们透过卧草的是透过卧草社群，我们最后这样去推，最后还是有700多个人上来表达意见，在60天内。这边我是觉得也还蛮骄傲的，只是也就觉得很可惜，就是我们应该是如果有更多跟更多的社群合作，或者是说有很多的社群加入的话，那这样应该可以做得更好。对，这个我觉得蛮有趣。下面一个问题哦，也是我自己想问的问题，刚好我接下去会问，就两位觉得如何该解决许多人对政治冷感不在乎？那用我的本来想问的是说，我们今天谈开放政府，希望鼓励公民参与，很好，但公民真的愿意参与吗？
哦，其实很多古典政治学理论告诉我们说，因为公民可能去参与不一定是理性的，因为他很多事情他一个人意见未必会大家采用，他宁愿可能把时间花在自己的事情上面。所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经验就是说这个机制打开了，公民热情就会自然出现，还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刺激公民的热情？这边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最主要是说，第一个我们要降低公民参与政治的门槛，是这是为什么我少会在努力的地方。所以这边举来讲，像国威武双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包装成棒球，让它是比较有趣的方式来看到。那如果大家如果来看卧草粉丝团，会发现说它其实，我们有着很严肃的内容，因为立法院很多时候难免是严肃的。可是我们例如说我们在图文漫画的部分，它也占了我们很大的比重，透过有趣的方式，然后在这边都让大家会心一笑，进一步的可引发了大量的转入。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变成说某些的关键字、某些 keyword 就透过这样转入过程中转换出去，那这样就会使得很多人关注。那而就自己卧草自己本身来讲的话，而我们非常重视一个理念是说，我们要不停的跨越同文层，这是我们不停给自己的挑战。所以说同文层往往，因为我们现在几乎都被脸书绑架了，所以我们同文层常常就在我们自己的粉丝团里头。那对于卧草来说，我们会做的事情就变成像是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卧草就跟苹果日报、联合报、雅虎新闻合作，让我们的稿件在那边看得到，所以这边可以接入到不同的世界。然后在后来上周在爽报的部分，今天大家在捷运拿爽报的话，每周四可以看到卧草漫画，这也是，对，这边的话，所以你们是很积极的做不同媒体的合作，没错，希望 reach 到不同的。然后一路到2016年的时候，当时我们是跟我们和雅虎做了更直接的直播的合作，变成大家可以在雅虎上面看到股会直播。这边当时发现到说，哇，一个台湾两个世界啊！当时我还记得第一场是在讨论护照条例，不知道大家在护照有没有知不知道，就是有些人护照上面会贴台湾国的贴纸。那在卧草的聊天室那边就，当时在讨论护照条例，那卧草聊天室就都还蛮正常的，就在讨论说，这样好还是坏啊？要怎么样的讨论之类。在雅虎那边 的留言板则是说，哇，这是叛国罪，你应该要抓去关。我就看到说，哇，这果然是一个岛两个世界。可是这边很重要，就是扩大同文层，大家来刺激它。一路到2017年，我们现在只是在五月跟 LINE 来合作。那脸书的族群常常可能是在20岁到45岁，可能占一个最大宗。可是 LINE 的族群相对的这边可能是有更多的长辈们，然后或者说可能20岁。你长辈里面干嘛？什么？好，就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试着跨越同文层，然后来影响他们。所以说，针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如何解决呢？我们第一个降低门槛，第二就我们积极的去找他们。我知道，所以唐凤，那你认为公民真的愿意参与吗？很有兴趣参与吗？我学理上当然降低门槛，增加拘束力，就是两个不二法门嘛。就是措施嘛，哦。对，那所谓降低门槛，这边就是让它变得更有趣嘛。所谓增加拘束力的意思，就是大家意见它真的能够来决定我们来讨论什么的议程嘛。这个都是教科书上的回答。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啦，觉得在台湾吧，有跟其他地方比较不一样的是说，我们的上一辈，我的上一辈啦，至少比较是在一个都不要碰政治的一个环境底下去长大的。对，那他们就是终于能碰政治的时候，刚好是在大学或者是在大一点的时候，所以有的也很激烈，因为压抑了很久。那但是到我这一辈，比我再年轻人可能就不记得戒严了。那从我这一辈以后，其实大家想到政治的时候是一个比较自然的一个想法，就觉得说 OK， 我们有一些社区事务，我们有一些学生会的事情，有一些什么事情大家一起来讨论嘛，一起来决定。所以就会说在同一个地方有两层完全不同对参与政治四个字想到的，一边可能就抓去关了，就返校那样子，然后一边是就是觉得它是生活中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那其实也不止台湾嘛，我去西班牙为什么跟西班牙有那么多合作，就是因为他们也有非常类似的就是一段经验，就是从独裁慢慢转型到民主。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讲特别这个是世代之间对话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除了降低门槛跟增加拘束力之外，我觉得特别重要的就是让不习惯参与的那一辈，他透过就是可能没有办法好玩到跟就是孙辈带爷爷奶奶去抓宝可梦那么好玩的程度，但是差不多就是往那个方向去走，去让大家看到说，真的是可以参与政治的。那像我母亲这个最近才当选了他们社区大厦管理委员会的主委，然后竞选口号就是开放透明哈。然后我们在这边开发的一堆这个数位化的工具啊，那是一个非常老的社区，全部都是用纸本，他就全部拿去用，而且因为是
很小的规模，所以那个导入很快，然后就让就是好比方说我奶奶那一辈，就是想到政治就觉得说一定会被告啊，黑道啊什么东西，你慢慢就发现说，哎，政治是一件你参与了不止好玩，而且没有什么那么大的风险的事情。对对。那我觉得这个世代和解才是台湾这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其他都是学理上是一样的。非常好。我其实我对于这个开放政府的愿景，除了刚刚那个说公民是不是真的有兴趣参与之外，我的另一个疑问是说，因为很多我们现在包括现在在做的事情都是线上的讨论啊，网络上社群的讨论，所以线上的讨论有没有什么样的限制？对于这个公共讨论的品质来说，唐凤女，我自己是觉得说线上它特别适合用来收大家不同的个人体验，然后跟大家的感受。嗯，那到这一步差不多就是这样了，接下来就是要用面对面的方式，我们具体的去把大家各种不同的散落在各个角落的经验跟感受加以聚焦。然后变成一些可行的一些建议。这个面对面这方面做得比较好。那当然当然，这就是为什么政问是这样设计的嘛。对对 对, 对, 对，就是说大家先把这个想听的、感兴趣的所有这些东西事前收集。但是呢，主持人还是必要的，因为你的作用并不是把大家的一题一题念出来。尤其是好的主持人。对，不是一个读稿机，这个对主持人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能聚焦。因为我讲的时候，我可以看得出来你有没有听懂。那但是我如果只是对着墙上的一堆字的话，我讲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听懂。那我觉得这个是面对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可是还有一点很有趣，就是说因为你自己特别重视 VR 这个部分，哦，因为我在想你的 VR 是不是可以化解你说就是当人们必须比如说不能够聚在一个空间的时候，它可以创造出你刚刚说那个聚在一起空间的效果。对， 我办公室是目前有 HoloLens Gear VR 两个版本， Vive Oculus 就是 VR 乐园。对对对，目前啊，对，还有 3D 印表机之类的。但是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花那么多时间来做 VR， 确实就是像主持人说的，好比像我要跟爱沙尼亚的朋友开会，那出于台湾的外交处境或什么之类的，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们开会的时候如果看不到对方的我们微细的表情 micro expression 的话，其实对方到底听懂没有，完全是靠脑补，那个对讨论的聚焦没有帮助。那但是呢， VR 的科技可以让我们就是比较节省频宽的情况下，好比像这边椅子可能目前有五分之一吧还没有坐人，但是我戴上 HoloLens， 哎，突然就都冒出人来了就是说你它可以把很多不同的现场综合成一个现场，然后大家还可以看到彼此有没有理解。当然这个技术是比较慢熟了，可能还要两三年才能完全就是变成大家都可以非常容易的使用，但是至少开发的工具我们现在都有了，我们就是花很多时间在这个上。所以主席你们操作经验线上讨论什么样的限制？这边的话，就像我觉得就像刚刚唐鹏所说的，然后我觉得就铁子大哥这个问题真的是问得非常好。在网络上面我真的觉得是有受到一些限制，尤其是很容易会是有我们会看到一团一团的冷气团或者暖气团，他们聚在一起，就是反正他们会有各自的冷热同温层。那这些同温层之间，我会发现到说，在网络上面，他们可能很难进行对话。他们很多时候可能会是变成说有类似想法，就最终他们会靠在一起，抱团在一起。可是这个时候，很多时候就变成说，今天公民参与会是需要不同意见的交锋。那这边的话，才有可能是第一个可能促进理解，第二层达成共识，这些才是对于说真正政策的实行，或者说立法上面才是有所帮助的。那在这边的话，也是因为有这样我们想要突破的困境，所以我们今年我们就除了在线，我们之前都非常仰赖线上，那我们在今年的时候像刚刚提到的说给问擂台的这个实验，我们就变成是我们今天透过了一样就是现场的互动。那在这边只是这边现场的互动我们做的比较有趣的是在说我们是多加上了有人来带讨论，然后试着是让讨论的速度或是效率是让效率和品质是有机会比较快的提升，免得今天一群人在讨论，可是啊你我也不熟，大家都笑得很尴尬，對對對，就没有内容了。其实这个很重要，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做改变。所以我觉得这边目前可以想象的改进方式就是线上线下这样互相弥补，然后来让群众的讨论、开放政府有更多的可能。OK， 其实今天那个快问快答网友非常多的问题，那到现在为止我自己还有一半问题要问，所以今天问题会很多，不过这边我再问一个问题会开放给网友提问。简单说，台湾凭什么？我们知道过去包括 G0V 在台湾在国际上其实蛮有一定的声望，就是说台湾的 Hacker Community 包括台湾的 Hacker 在这个公共事务参与上其实在国际上都有一定的名声跟地位。那现在两位都在推放开放政府，相对于其他国家，台湾到底有什么优势可以做得比别人好？有什么基础可以推动这样的理念？我觉得
我们是接触个人电脑，接触全球资讯网的，就是小时候跟着这个长大的。那刚好就是有个人电脑的时候，就是台湾解严的时候、有全球资讯网的时候，就是总统直选的时候。是，对，那很有趣、对，非常有趣。所以在当时就是说，在别的老牌的民主国家，他们学公共行政的跟现在这种做新媒体的 绝对是两批人。对对，而且绝对不会有做新媒体的人就觉得说啊，公共政策就是我的使命，这个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情况。但在台湾因为是同一代人、所以说呢，我们在学的时候自然就想说这个可以用来做什么。哦，原来可以做民主，为什么 不做别的呢？哦，因为民主是我们的上一辈没有办法做的啊。所以这件事情就让大家在好比像说占领运动的时候，就有很多其实平常根本没有对政治任何参与的一些工程师，然后包含我啊，当时都跟就是我们的客户说对不起，我们要请假请一阵子这样子。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它就是有一个公民社会的一个动能是源源不绝的，它不是靠一些就是先锋队啊或者一些革命家啊去领导，而是任何在我们这一辈的人都觉得说哎，有民主了，来试试看。所以蛮有趣，你说这个刚好是世代啊，就是说政治上的典范的转移跟这个整个新的网络科技时代是非常密合的一样一个情况。主营，你认为台湾有什么样的优势在国际上？因为特别是我们知道，就是说连续两年台湾在全球开放资料指标，对，大家都很意外，拿下第一名，全球开放指标拿下第一名，所以台湾到底是凭借什么样的优势？你觉得？这边我的感觉是说，其实这边所谓的优势是并不是说硬体的优势，而是在。而是在软实力上面，我觉得这边其实就像是，例如像今天会看这场直播来到现场的人，今天其实会有很多人来关心这样的议题。我觉得这是，其实如果是放在十年前，可能会是很难想象。可是就是以很实际的，就是说现在就是有这样的现象。举例来讲，像去年一共有150万人次来看卧槽的国有无双的直播，我就觉得哇，好多，居然有这么多人上班时间也愿意来这样看，这是我觉得相当吃惊的。可在这样就变成说，我觉得很多的公民参与之下，我觉得它会成为一个好的良性循环。举例来讲，像对我来说的话，我就可能会告诉朋友说，今天有些东西是很重要的，你应该要关心，或者说我不见得要跟他讲，我今天就在我脸书上面发表。那这个时候我朋友看到之后，这个时候他们可能会一次两次慢慢关心的这个议题。今天我觉得无论别的国家怎么样，至少在台湾，我觉得非常值得骄傲的是说，今天很多的网友们慢慢的踏入了这个领域。那无论他是站在怎么样的立场，无论他本身的政党属性，或者说他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可他今天最重要的是说，透过网络，透过社群的这个工具，他们愿意来参与。那在这样愿意这样参与的情况之下的话，这时候就算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在网络上面，可能有的时候会有点沮丧，是说啊，怎么大家最后就变成在吵架，都在骂，然后对。可是这边的话，我觉得是说，今天当有很多人关心，虽然说我们台湾是一个小小的岛屿，我们可能只有2300万人，可是我们在网络上面，我可以感受到说，哇，我们好像人超多的，大家都愿意关心这些事情。好，那这样的情况就带来一个良性循环。OK， 那我们现在进入快问快答时间，因为问题蛮多的，所以请两位真的是快问快答，好不好？快答这边是要回答几秒钟，对，一两句，你可以 yes or no 或者一两句，好不好？ Okay, 好，因为不然主题这个媒体都可以阐述很久哦。真的，这个第一个，对于牵涉利益较大的法规，如都市计划相关法规，改革进度缓慢，导致都市计划被地方系统把持，请问什么方法可以渐进的改革它呢？其实都市计划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在所谓第一手的经验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少的人，所以不管是在街上是在哪一边的朋友们，大部分就是我相信这个建筑师，我相信这个运动家。那我一直觉得说，不管是 VR 也好，或者是这种互动式建模也好，先让大家都看到这个都市计划到底在做什么，愿景到底是什么，那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OK， 我答案很简单，搭上卧槽鬼无双，看到不顺眼的骂死他。好，漂亮的，快快的。唐梦已经做了一段时间的政委，你最骄傲的事情是什么？我最骄傲的事情就是我今天来政问的时候，哎，你问我说有没有任何失望的部分或任何挫折的部分的时候，我可以很诚实的说都没有。OK， 请问公务改革时难免会遇到错误方向，但总是会被立委或民众放大检视，如何提高民众对错误的容忍性？我觉得是要提升行政官员的这个玻璃心的这个厚度啊。当然不是提高民众对错误的容忍性。那你觉得我们的公务员官员的玻璃心蛮严重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要有一种精神按摩的方法，可能有人已经听过了。对，就是说有人很酸的时候，就把它当作按摩啊，不要急着回啊，好好听点音乐啊，像刚刚那个音乐就不错啊，然后再回来回，因为这样子的话，你再次想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想到就不是很酸的片刻，而是哎这个就是哎音乐很好听的这个片刻。那这样子的话，未来再看到类似的东西的时候，就可以就是非常正确的去回答它。所以我觉得这个练习并不困难。这边我想法非常的赞成，我觉得不应该。
不应该来怪受害者，我们这些公民们遇到不好的政策，我们都是受害者，好吧？怎么会是要降低我们的容错度呢？应该是，对，那个我们希望国内的玻璃不要涨价。OK， 我们欢迎这个现场朋友，大家在四十五分之后可以到现场提问，可以来这边排队。在一个强化玻璃的位置上。请问两位对于开放政府，对于资源分配或资源运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跟改变？很大的问题，要简答。其实应该这样讲啊，就是说开放政府不表示不瞧事情，就像刚才说，就是不在场的利益关系人，他看到我们怎么瞧，他还是会回来说要怎样要怎样。可是重点，我觉得就像那个国会的协商要公开一样，你在之前不管瞧多少次，你最后有拘束力的那一次要让大家看到。嗯、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OK。如果对卧槽来说的话，我们比较远大的梦想，我们甚至希望说可以改变台湾的选举文化。我们希望改变台湾选举文化。对，我们希望说立法委员不是说只靠着选民服务，然后在这边就是靠着选民服务才可以当选，而是可以靠着专业论证。举例来说，像大家不知道现在就是时代力量的党主席黄国昌委员正在被罢免，然后当时就是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在地的民众就是受访反映说，哎、欸，为什么要罢免他？他就说，因为他都没有在选区看到他，都看到他在立法院里面。我觉得我靠，在立法委员在立法院不对吗？所以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觉得带的改变就是说，我们希望更多委员常常待在立法院头，这很棒的愿景。请问两位对开放政府的终极想象是什么？全面透明的政府在实务上是否真的可行？有什么潜在的缺点或隐忧？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实务上面，我们先从就是自己成为自己想要看到的改变嘛。所以至少我们办公室它是确实是就是采用我们想要最后政府的那个状况，就我不下任何命令，我也当然不接受命令，然后所有人是自发的参与，然后是激进式的透明的这样来做。那这个东西我们在节目开始前我有问帖子嘛，叫 prefigurative politics，就是我讲预兆型的政治，就是说自己先做出最后想要看到的那个样子。所以对我来讲，其实这个终极想象就是我每天的工作啊。对，如果对我来说的话，我对开放政府的终极想象的话，因为刚刚我有提到说，开放政府它有很大一个效用，是可以来弥补代议政治的不足。所以在这边的话，它的终极想象应该会是说，民众可以很低的门槛来参与政治，透过参与政治的过程之中，可以跟我们的行政部门、跟我们的立法部门共同的协力，让整个台湾的政治变得更好。简单来说，政治不是说我们投完票之后就是变成那113位立委的事，或是这些行政官员的事情，而是随时随地，其实行政官员和立法委员他们是为我们执行的人，而我们也是他们的后盾，而我们的意见和我们的观点可以让他们做得更好。不然讲比较实在的，台湾所有事情包山包海，113位委员真的都能够样样精通吗？怎么可能？这边还是要靠的是广大民众。所以这边的话，就是终极想象，但还是希望说全民协作，然后让这个政府变得更加美好。好。开放政府该如何面对一些比较偏激的言论和想法？这就是强化玻璃心，这种刚强化玻璃心。对，这边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那如果能够来这边如何面对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反过头还是说有更多人参与，更大的社群加入，很多人参与之下的话，可以使得极端的言论被导正回来，这个会是一个比较正道良性。就是组于是设计网站的，也知道你网站只要设计的比较好，大家看到心情比较好，可能就没那么偏激，慢慢就可以收敛，就不会那么发散了。那这边我要呼应陶峰所讲的，强化玻璃心也非常重要，所以我要到教育平台来提案。不过我觉得战人主义刚刚说了，其实我们知道任何言论市场，我们要有一定开放多元性，就会有少数的不管是偏激或不理性的人，那面对这个不是禁止，而是用更多的讨论，那更好的讨论，其实我相信理性的会赢过，会胜过那个比较不好的 argument。 OK， 哎，唐峰，城瞻基础建设中你有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吗？有一些就是在这么点客气了。对，在数位建设里面，关于不管是人工智慧、自驾车实验场域，或者是一些所谓公共民生物联网，大致的意思就是发生灾难的时候，你不用开五个网站，可以开同一个，或者是之类的这些东西，我都有蛮下去的去看那些计划。那也包含可能铁是比较熟的文化部的关于接下来的，就是4K 影音啊，各种各样子的开放的 content， 或者是一些故宫的一些展品的数位化。所以我大概都是一个去统整它的计划方向。
向的一个角色，但是呢，我跟其他的四个大的分项基本上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接触。那所以是到就是全部一起推出来之后，我跟大家一起看到核定本。那当然大家对核定本有些问题，那所以后来就是帮忙弄了一个线上答客问的这样一个平台，是是是，大概这样。就是我补充问一个问题，对你刚刚有提到，因为的确这个包括立委包括民间有蛮多批评，尤其是新创界感觉上蛮多的这样不同的声浪，你怎么简单回应这样的东西？我简单回应就是我们一开始收到主机总数就是在说按照公共债务法本来他就只能做资本调节的事情，所以说呢，所有的预算只有资本门的，也就是差不多都是硬体的了，一次性的能够编进去。所以我们就是把八年的数位国家方案里面能够加速进行的资本门的部分编到这边来，然后其实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比较容易的工作，因为本来就有一个八年的包含软体、硬体、人才等等的一个设计在那边。那当然到最后就是说大家就会看这一小部分说，哎，怎么你们都在做硬体，但事实上就是公务预算的部分我们就是在做其他部分，但它没有办法编进特别预算。好，全政府数位化之后，面对敌国网路攻击台湾行政是否有因应之道？其实这个张善院长在政委有那时候有一个蛮大的，他提了一个点，就是每天被攻击的非常严重，来自对岸攻击。对，他每天收到的那些就是治安通报信，我也有收到。对，所以对，那这个好问题，更开放会不会更多的危险？更多的攻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行政数位化是透明的基础，透明是参与的基础。可行政数位化里面有一个更底层的，就是治安。如果没有资安，大家没有办法相信网络的话，根本不要谈行政数位化。那所以面对敌国网络攻击，目前台湾是还有蛮多的，就是因应的方法。面对在地的网络攻击，哈，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加强的部分，因为有很多公务系统的终端，它到了好比较地方县市，它根本就是还是非常老旧的电脑，它就是在跑 Windows XP 之类的。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很容易就从这边变成攻击的一个 vector。那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前瞻基础建设里面编了去把这个资安升级的这部分的经费。但我觉得这一部分虽然看起来好像都是硬体，好像都是在就是把资安的这个所谓的 backbone。升级，那民众看起来根本并没有变得更舒服或者是更容易使用，但这个仍然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的话，那可能所有这个东西都是盖在一个沙作的一个基底上。好，我们现在进现场的提问，第一位是我们的政问少女。政委好，其实我们也是想要紧追就是前瞻基础建设这个议题继续请教您，想要问一下，因为之前您因为蔡玉林政委有就跟您一起协作，然后做 V Taiwan 的这个平台，那这个平台其实之前也有通过很多我们大家都觉得很有意义的东西，然后也在上面有很多互相的讨论。那请问这一次的前瞻基础建设中有使用到 V Taiwan 吗？就是民众真的有真的去参与这个，因为毕竟8800亿这么大的税收，是不是有使用这个您过去曾经协作过的平台？那另外就是，其实因为我们大家都有点失望，因为毕竟开放政府跟公民参与这个主题，这个。主题的预算占比在8800亿中居然占不到19%，就可能不到1/5。那我们大家也是看到都是基础建设，但我们也知道这是该做的事情。那您刚才已经有回答到一部分，那我们想要问说，未来有没有可能继续用开放政府，就是自己监督自己，就自己开放自己，然后来监督政府的政策执行跟预算，然后未来有没有可能再追加可能像行政院这种高度的？跨部会的，因为其实内容大部分还是都比较局限在各部会，可能只是跨部会，那没有到一个中央层级高度的政策执行的内容。谢谢。好，没有问题。这边先回答一下 V 台湾哈 ，V 台湾点 TW 是居零 V 社群，就是跟行政院协作的，但是大部分是就是自有软体，完全是社群主导的一个平台，它现在还在营运。目前正在问的是关于共享经济的问题，接下来要讨论的是违反本人意愿之性隐私散布哈等等这些问题。但是你就从这些题目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法规调试平台。那前瞻基础建设是一个特别预算资本门的建设，这两个。性质不同都没有，对，所以他不可能用 V 台湾来讨论。但是呢，为什么我们不架另外一个就是随便 V 什么东西啦来讨论呢？那这个的原因就是说，其实我在那个Q&A 里面一开始就有写，就是说这个还是牵涉到所谓的第一手经验这件事情，就是说全台湾的交通运输的那个模型。不管是交通部的模型，还是几位前任交通部长们的模型，他们在看那个模型的时候，是用非常非常多年的那种专业，他可以看到几个图，看到几个这些东西，他脑里就出现路网，就出现这些东西。但是如果现在这个东西要让所有人都能够参与的话，我们要经过非常多的转译的这个工作。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转译工作像模拟程式，他有时候写不好，大家还会骂。那如果这个一个公部门的转译，他没有办法正确的去反映出，不管是国发会、交通部、其他人的模型。
型的话，其实那个参与是非常容易失焦的。那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大的技术上的挑战。那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迎接这个挑战，不表示未来不行。所以回答你的第二部分的问题，就是说在就是数位国家那个八年方案里面，我们终于把一些移到资本门了嘛，经常门就可以多编一些我们真的想要做的事情。那这些事情是建立在硬体的基础上面，自然的基础上。那其中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数位政府，就是整个院级的数位化。那有一个名字叫做什么政务大数据计划，这个名字不是我取的。然后这个计划的意思就是说，是把各个部会，其实很多部会已经在用蛮不错的数位工具在做决策，只是他到行政院给我们看到的时候都是印出来的 PowerPoint，也就是说它的那个资讯流失是很可怕的。然后我们看了审了之后觉得说，哎，这个模型好像哪里怪怪，你要不要调一下参数啊，他们回去再回来又一个礼拜了。但如果有一个办法把各个部会这种互动式的数据模型直接接到我们行政院的决策系统，如果我们不是只是在第一会议室可以用平板，每个地方都可以用平板去做这种互动模型的话，我觉得第一个我们讨论政策的品质会增加，第二个这样才真的有可能透明出来给大家看到，不然的话我们光是 OCR 那些印出来的纸基本上就不用做别的事情了。所以这件事情是接下来两年我们会花很多力气做的。谢谢。接下来一位。你好，唐凤政委你好。那我想要问的题目是，就是因为之前我们就一直有在关注不管像政务委员这样的分工的问题。那其实在不管是马政府时期或是扁政府时期的行政院的网站，其实有放一个政务委员的法案审查分工表，但是我很疑惑的发现说，蔡政府上任之后这个分工表反而是找不到不见的，那等于撤掉，其实我们现在就看不到说到底政务委员的在针对各个部会他所督导的法案分工是如何。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也是跟这点有些相关，就是我们也发现就是现在的行政部门有一种大政委小部长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政委所主管业务，其实政务委员主管业务其实相当的多，相当的甚至相当的关键。比如说不管是也许有些部分前瞻计划，或者是说像原住民的传统领地，甚至像之前也有受到关注一些国民体育法、体育改革的一些相关修法，其实是由政务委员来主导的。但是呢，这些政务委员却不用到立法院备询，不用受人民来监督。那我不知道，就是唐政委这个对这点有什么看法？那另外最后一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个词叫做 open washing， 就是在讲说也许有些国家们透过一些开放国会这样的一个标签，来达到一些就是好像我们很开放，但实际上它似乎只是被拿来做一种就是开放的一个表象，而实际上洗白收编啊。那就是以这个数位政委唐凤龙，就是在政府中央政府扮演像这样子一个希望政府能够开放的一个角色，但是像这样子的事情有办法落实在不管是各个地方或者各个计划在实际执行的时候，只要有一个环节是我们如果讲说是所谓的黑箱的，那其实这个 open 的概念就没有意义了。那会不会有一种 open washing， 好，把它做一个这样的标签的？谢谢。今天我看现场朋友跟网友都很专业，都没有问你什么化妆的问题啊这种。那是因为我们就是在不同的空间里面有个接续性嘛，是，所以大家已经回答过的问题，我们就现在就不用再问一遍。对对对对，这个也是所谓拘束力的传递。好，那所以回来那个在政委分工这件事情上哈，其实尤其是上一次就是小改组之后，我们这个政委谁是审什么法案的这件事情，他是看那个法案的性质而定，差不多就是我们在政务会议讨论的时候决定。我能够讲的就是说，我不会是主审任何法案的政委，我做的事情就是青年咨询委员会，就是社会企业跟开放政府。那一方面是因为我真的没有法律专业，不好意思，然后另外一方面是说我在意的是新的沟通方式。那但是呢，因为我在做不同的新的沟通方式，好比方说最近的那个金融实验创新条例，这个就是 V 台湾收到大家对监理沙盒的想法嘛，所以我会是那个条例的副审政委，就是陈天之老师是主审，但我在旁边一直跟他说，哎，网友这样讲，网友这样讲。好，那所以在这样子的角色里面，我是觉得还蛮不错的。但是这个分工表确实没有像之前的那个政府一样非常的 rigid， 非常的固定，就是谁审什么谁审什么这样子。有一个参考表，可是以我目前第一手的经验看起来，这个参考表就是仅供参考而已。好，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为什么政委不用去立法院备询，是不是？对，有啊，我都有去立法院备询，而且我那一阵子还不能够出国。那但是呢，我去立法院备询不表示我能够被叫上那个质询台，
那是因为我没有任何的督导部会。好比像说陈天智老师同时督导国发会，那问到国发会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得上去回答问题。但是因为我没有督导任何部会，所以当然没有人陪我。抱歉，我可能稍微打断厘清，厘清一下我的刚刚的提问，就是比如说，如果就举实例而言的话，也许像张景生政委，他虽然同时我记得他是兼一个省主席的一个职位，但如果他只需要备询省主席这个职位的问题，不是政委是不是可以被叫上来吗？而关于其他所督导的业务，其实他不需要备询。应该是说你要讲的是说他名目督导跟实质督导的差异嘛，对不对？你要问的其实是这个嘛。那这件事情其实我是觉得这样子，很多人当政务委员的时候，尤其是在之前所谓真的大政委，现在并不是真的大政委，以前就是所有都是要当过部长的人才能当政委的那个时候才是真的大政委。他们不是用他们政委这个位置，而是用他们之前在当部长的时候的历练，或者当做他们的人脉或什么来做实质的协调。到了这个内阁的时候，我不觉得任何一个政委他实质上比部长大了，是你最多就是说跟部长一样大。因为按照体制，政委其实只有协调权，也就是说当我们去call人开会的时候，院长call得到的人我们应该都call得到，但是我们不能做成决议，我们所有能够做成就是一个综合建议，然后最后所有的决策是院长做。那反过来也是一样，院长如果觉得希望我们跟部长讨论什么，最后所有的决策跟责任是部长做。那以我对包含景森老师的了解，其实大家都是在这个规则里面玩，并没有超过这个建议权的范围，这个是要郑重说明。所以谢谢唐凤替我们厘清这个政委的角色，是最后一个简单 open washing。 然后所谓的这个 open washing 它一开始出现是在 OKFN 这个连续两年把台湾评成这个开放资料这个全世界第一的一个组织哈，那个是因为台湾真的是特别会打考卷，那个不表示真的做得特别好或者使用率特别高哈，那个就是说人家要考什么我们就开放什么，所以就第一名了。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真的非常厉害，那个 KPI 是一流的，但并不是否认这个成就，这真的是一个成就。我的意思只是说，凡是他们没考的部分就不一定那么开放哈。那在这个情况下，就是OKFN 当时的定义是说，如果你开放资料，但是呢你并没有真的开放授权，就给你看但不让你吃，或者是说呢吃下去发现说，完全没有结构化，完全机器不能处理，那样叫 open washing。后来到2016年在巴黎的时候，他们。这是透明嘛？他们对于参与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你收了一堆意见，收了之后全部丢掉，这个也叫做 open washing， 就是说你收了意见，可是没有课责，没有办法实际进入行政程序。所以我要讲的是说，我们做开放政府，我们现在是很小规模的，每个礼拜处理一案，这样子来做。那这样子的示范里面呢，我敢说我们并没有任何就是释出资料，但是却没有授权或者没有结构化，也没有任何收意见然后不重视这些意见的情况。但你要问的是说，那我们一个礼拜处理一案呢、一个礼拜行政院处理可能上万案呢、那另外9999案是用什么方式处理的呢？我的回答就是说，就像刚刚讲的，这是一个预兆式的政治，我们把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方式彻底的透明的公开，然后呢任何部会或甚至任何的国事会议看到了我们的制度上的一些创新，他就拿去用。那反正我们也抛弃著作权嘛，我一向抛弃著作权，当了公仆之后一定要抛弃著作权。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任何人包含某个公寓大厦管理委员会都拿去用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它就是像种子，它慢慢的这样子开花，但是我绝对不会说我做了一案，剩下9999案就突然开放了，没有这种事情。主义要不要简单讲一下对 open washing 这个问题，这是值得担心的问题吗？在台湾现实的政治下，这边的话，如果是以卧槽的经验的话，我们是有跟国际打交道的一个经验，是说，在国际上面有个叫做开放政府伙伴联盟，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在那边就是怎么说呢？他们那边很有趣，就是说是那个如果里面有着某些国家的资料的话，那个国家的在地图上面那个国家是会亮起来的，而可是台湾在这边始终是黑暗的。然后在当时在几年前的时候，其实当时国发会是也有重视这样的问题，想要跟国际做这样的交流。然后只是当时好像我记得可能记错，不过我印象中好像是飞了一趟墨西哥，只是最后被拒绝打了回票，然后这样退了回来。然后后来的时候，在卧槽这边我们自己做努力，则是说后来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是跟这个开放政府伙伴联盟有蛮多的通信，然后在后来的时候，我们协助立法院把我们许多的相关我们有开放的资料的那些内容把它放了上去，然后后来终于我们在那个地图上面，台湾终于被点亮了。那边在里头东亚里头，因为尤其是中国它非常大，而我们也知道它其实还蛮黑暗的，所以那边其实整个
亚洲的东边看起来都黑麻麻，不过在这边就只有南韩、台湾都是有点亮。那在这上面就是有看到说，立法院在国际评比里头，我们大概可能是有20几项是相对的比较是高开放的水准。那在这边的话也很实际的，我们跟其他的国家比起来，还是有一些国家是很不错，有到30几项。那这边的话就变成我们台湾立法院在开放资料部分应该要加油。那因为时间有限，我就没有把一一点出，只是这边可以提出的是说，我们还有待改善的空间。OK， 谢谢。两位好。那我这边想请教一下，包括延续刚刚就是前位提问者的问题啊，其实刚很开心也听到说政委对于台湾开放资料是世界第一这件事情，有一个可以说是反思或检讨。因为我们的开放资料第一名，老实说，在政委第一次到立法院备询的时候，当时是陈天之主委上台回应，那他当时是很骄傲的说，我们开放资料真的是世界第一。台湾 number one。那这也凸显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实际上主责所谓的数位政府这一个政策的其实是唐凤政委您，但是在台上必须要出来回应的是国发会主委。那在面对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未来政委还会继续到立法院备询，但您依然不能上台去回答。那遇到这种可能是主委理解到的数位政府跟您所理解的数位政府不同的时候，那您会怎么样去做这样的应对？我通常就是在国会无双上面就直接说了。对，那我继续延伸刚刚说，就是在今天的政委的提问里面有说到说，开放政府大家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那其实在数位行政这一块，行政数位化这块得分是很低的，大家对这块不理解。那从政委这边的回应可以感受到说，政委认为是要在电子公文这一块能够去做好。但我们更好奇的是说，当政委想要推所谓的数位政府的时候，我们公务员跟上角度了吗？就是因为我们公务员不了解所谓资料跟数位政府的重要，才会不断的去配合 KPI， 大量的生产垃圾在我们的开放政府、数位政府这一块，不是吗？两点提问，谢谢。谢谢，非常犀利的问题。OK， 第一个我刚刚的快问快答确实事实上是这样啊，而且也不止发生一次了，就是大家都会在网友上面，就是上面正在讨论，然后网友同时在国会无双质询我，然后所以你说你已经被对对我基本上就是做到即问即答了，未来也都是这样。然后接下来就是说第二个问题其实非常好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他只是为了满足 KPI 而产生出来的资料，这个资料没有进入他的公务流程里面，那对他来讲，他要准备这份资料，就是让他本来9点下班的变10点下班。那这样子的话，不管资料的品质变差了或怎么样，他其实不 care， 而且他就是为了要满足某个国际评比嘛，对不对？那有什么好处呢？没有什么好处。然后，所以我进来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之一啦，就是把各部会的一定要交多少开放资料集的这个 KPI 拿掉了，因为我觉得它没有任何意义。好，那拿掉之后，这个当然那个国际组织还是把我们打成全球第一，那我没办法。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公务的那个心力应该是花在如何让他产出的这些数位的东西是接到他的行政的下一站。好比像他如果要呈报到行政院，行政院这边就应该有一个数位的一个平台，能够接部会丢上来的数位资讯跟模型。我们现在完全没有，就是纸做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部会他觉得说他做一个更好的 PowerPoint。能够分到的预算一定比他好好产生一个模型能够产生的预算要来得多嘛。那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把数位融合进决策程序这件事情，我们先有这个基础，才能够让我们的计划的审议专家，尤其是中长程的科技计划，来去看说到底你定怎么样的 KPI 才是有道理的，接下来才是让更多人参与，然后最后我们才能够把不合理的 KPI 翻掉，是这样的顺序。不是说我们现在看 KPI 票面上哪些不合理就翻掉，因为底下没有东西去承载它，都是纸去承载它。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我还是觉得行政数位化是最重要的。好，谢谢。你好，我想要有两个问题。第一，我想要请问两位，对于前阵子暨南大学他们宣布要停用 Microsoft Office 这件事情的看法，然后改用建议学生改用其他开源软体的看法。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关于 Microsoft 跟其他的开源软体在对于开放政府这件事情上有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好， okay. 谢谢。好，主音要先讲。对啊。这边的话，我对于这个决策，我是觉得非常的乐观看待，因为这样至少是可以打破一定的垄断。在这边也很实际的是在说，今天都是 Microsoft 的软体的情况之下的话，难免有些人他可能没有办法使用，他无形之间是一个门槛。那这种有门槛的情况之下的话，这些精神其实都是会阻碍开放政府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这边又背后还有个精神是包含说开源的这个精神，就像刚刚唐峰也会常提到说，可能他会抛弃那个著作权啊等等之类的，其实这是还蛮重要。像说像卧槽产出，我们在这边都是创用CC，然后的时候，然后在这边是让非营利组织可以来使用。在这边的话，简单的说，先这样开源等等的这些精神是可以让资源做更加的妥善的运用，所以在这边的话，我非常支持。嗯，我也非常感谢这集的正文团队愿意让盈利组织也使用这集的内容哈。身为一向是 CC 授权，但这次就是把它弄得更开放。我的想法是说，开放格式永远是最重要的。不管你是用 Word 也好，用 LibreOffice 也好，你都开得了 ODT 的这个格式。所以我觉得格式它是开放的，就表示它有一个永续性。不管接下来哪些厂商去转变兴趣，哪些厂商倒了，这个东西它既然是我们行政书法的一部分，它应该要保存的比纸久，而不是保存的没有纸那么久，那个是不可原谅的。好，那但是呢，同样的这个开放格式，你要用私有软体开，还是你要用开源软体开，我是觉得还好，只要你能够处理，能够储存，那我觉得那个就是每个机关的选择。那当然很多机关现在在资讯预算一直被每年砍10%的情况下，有的时候会去选一些比较省钱的一些情况，但是我觉得自由软体的宝贵之处是在于我们当地有一群人能够继续去维护它。好比像说有一次 LibreOffice 它不能够支援一个新的中文字体叫思源黑体，它一放简报一印出来就宕机，那个时候就是我就改几行我就把它修好了。那这样子的话，如果它是微软的 Office， 我根本不可能这样子做。所以我觉得重点还是在大家有慢慢越来越懂我们正在用的这些工具的这个能力，这是自由软体的价值。但是我并没有宗教上面反对就是自由软体。好，今天非常感谢唐凤政委跟祖仪。那我想就像唐凤刚刚说的，开放政府的理念是开放、透明、参与和含容性，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理念。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是民主，民主就是政府应该是民有、民治、民享，而其实这个理想离现实是相当的远。那民主当然是一个永远不会停止的计划啊，所以我觉得开放政府、公民参与是一个非常我们值得不断追寻的一个事情。我们应该让政府更开明，让人民有更多参与的机会，因为同时越开放，人民就会越觉得说他有意愿、有兴趣、有能力去参与，才会形成更好的一个公共对话。就像昨天大法官的解释，让台湾在世界上被看到。我相信台湾更进一步的开放政府，更多的公民参与，建立一个真正台湾新的民主实践模式，也能让台湾在国际上被更多人看见。再次谢谢两位，谢谢所有的网友，谢谢现场的所有的朋友。我们下周四继续见，谢谢。谢谢各位，谢谢大家，谢谢大家。